3月6号电影《忠烈杨家将》在京举行盖世英雄主题发布会，导演于仁泰携片中杨家将亮相，其中大哥郑伊健、三郎周渝民、四郎林峰、五郎吴尊，再加上片中大反派哨兵，几位称得上是60、70、80各个年代的帅哥代表。当天在没有女主演安以轩、徐帆到场的情况下，几位帅哥只能共耍一支杨家枪。电影《忠烈杨家将》是导演于仁泰继《霍元甲》后打磨7年的作品，演员阵容更是集合如郑伊健、周渝民、吴尊等两岸三地的新老偶像，堪称史上最帅杨家将。几位杨家男儿不仅在片中忠孝仁义，戏外也兄弟情深。不过据郑伊健爆料，几个兄弟中只有周渝民性格内向，不太和大家聊天。这是我的个人的习惯，然后但是我在这部戏里面，我真正学到的东西是，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，在如何让大家团结的条件之下，但是你又不影响到每个人的个性。我觉得这个是导演跟大哥的功劳，他让我走进到他们的世界里面，然后我可以仔细的，即便不讲话，但是我喜欢去听他们说话，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。杨家兄弟再怎么互相爆料，也只算是内部矛盾，而对于外敌，杨家将还是能同仇敌忾，一致对外的。我怎么觉得我那么多余呢？而且呢，我觉得今天我最大的压力是面对着因为我杀狼了嘛，所以我背负的最大的仇恨，就是大家的仇恨全集中在我身上，然后所有的帅哥的粉丝们都会说，杀，把我的偶像给杀了，整死了。帅是该片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，那几位各自都人气爆棚的主演比帅更让导演伤脑筋了。是我最困难的问题，这个也是我开拍的时候我就这个告诉自己，他们每一个人的戏份一定要平均，就怎么样去平均他们呢，就是每一个人一定有一个很特别的性格。据悉，影片《忠烈杨家将》即将于4月4号在全球同步公映，届时影迷和粉丝就只要坐等这部帅哥宴开席了。